十九世纪末叶，中日甲午战争以后，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，先是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，接着是沙俄、法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，即使老牌的大英帝国又强行租借九龙新界和威海卫，清朝大厦将倾，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陷于水深火热之中。甲午战事的失败，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，同时也打开了维新变法的历史大门。其中，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严复艺术天演论，大力倡导支配世界发展的法则物竞天择。康有为从《周易》中找到根据，大讲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的道理。而维新变法的大将梁启超也振臂高呼，变者天下之公理也。正当维新思想在大江南北广为传播之际，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。他像一颗炸弹，立即在云集京城参加会试举人的心中爆炸了。在康有为的倡议下，立即聚义上书，坚决要求聚合变法。这就是被史学家称之为的公车上书。由于当时没有足以支持变法胜利的社会力量，加之康梁变法的立倡君主立宪的严重弱点，所以在慈禧太后、袁世凯等顽固派的镇压下，变法运动彻底失败了。康梁变法失败后，遂又爆发了反抗外国侵略的义和团运动。西方列强借口保护使馆调兵进京，上演了英俄法美、意日德澳等八国联军在京城血腥屠杀的悲剧。西方列强的枪炮声惊醒了民族的灵魂，同胞的热血擦亮了先知者的眼睛，他们摒弃了康梁君主立宪的救国之路，向着推翻清朝政府、建立共和的革命大道迅跑。与此同时，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登上历史舞台。当他上书李鸿章失败之后，自认改革之路化成泡影，毅然决定甘冒杀头危险，领头革命，在檀香山建立第一个振兴中华、维护国体的革命组织——兴中会，并大声疾呼：“吾兴中会之革命目的，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创立合众政府。”面对澎湃而起的革命高潮，上海租界当局应清政府要求，逮捕了邹容、章太炎等人，制造了苏报案。由于沙俄公然侵略我国东北，留日学生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巨俄运动，各种革命团体、华兴会、光复会、越王会等相继成立。此时华兴会的主要负责人黄兴、宋教仁、陈天华等，在领导湖南长沙起义失败之后化妆出逃。二位先生，你们辛苦了。这位先生，需要我们做什么吗？是这样，在这条船上有湖南反叛朝廷的逃亡分子，请二位先生一定要仔仔细细地搜查一下。你放心吧，在这艘船上，别说是一个乱党，连一只老鼠都跑不掉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你们稍等啊！你到底是哪国人呐？同意。一杯血酒，呼的呼，喊的喊，杀那洋鬼子，杀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，
他们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，便先把他们杀尽；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，便先把贼官杀尽。手执钢刀99，杀尽仇人方罢手。啊！我最亲爱的同胞，向前去，杀！向前去，杀！杀！杀！那边有革命党，你们快跟我去抓！过来，快！啊，就是那个人，他就是我们要抓的革命党。他在那儿朗诵反对朝廷的诗。你真的听清楚了吗？没错，先生，肯定是。他要是日本人呢？绝无可能。这样吧，你们在这儿等着，我再去看看，好吧？好。柯将军，你还在为长沙起义失败伤脑筋啊？是啊，这是我们筹组华兴会后的第一次反清行动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失败了。我作为主要指挥者，不能不问几个为什么。难怪张欣言先生说，善于自省就是你克强的性格。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。你是华兴会的副会长，对长沙起事的失败有何看法？我认为失败是很正常。且不说秦末的项羽、刘邦，明朝的朱元璋，就说时下鼎鼎大名的孙中山先生吧，他自打成立兴中会以来10多年了，不也是一败再败吗？第二，失败乃成功之母。虽说长沙起义失败了，但我依然坚信清朝必亡。古老的祖国也会浴火重生的。啊，可这浴火重生的革命之路在何方呢？是谁教你读反叛朝廷的警示钟猛回头的？我的良心。良心？对。啊，我看你就像革命党。哼，说的不错。快来人呐，别让他跑了，快抓革命党。放手。你快抓住他。哎呀，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清廷的走狗保皇党。赶紧抓那个隔壁党，别让他跑了！站住！把手举起来！你陈爷爷才不会像你们这些洋鬼子低头投降呢！他不懂。手举起来！举手是吧？揍他！打他！打他！看来会功夫啊！你来吧，先生，你走开！来啊，来呀！抓住他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天华呢？好像是天华出事了。咱们去看看。你这个革命党还敢打我？打他！还敢打他？漂亮！打他！好！打他！
命党。为什么打我的学生？这位先生，请问一下，您是干什么的？我是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的教授，前来武汉访友。这么说，您是日本人呐？先生，我冒昧的问一句，这位先生跟您是什么关系啊？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，学生。学生。那他为什么会朗诵反叛大清国的诗文呢？这是你们中国人应该问的吗？啊，是是是，这不是我们中国人该问的。受委屈了，回船舱去吧。对不起，一场误会。我们走吧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，你看看。今天的事情让我再次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比洋鬼子二毛子更可怕的是咱们百姓的愚昧无知。天华兄说的对，咱们那些同胞面对英国鬼子把天华兄打翻在地的时候，一个个是麻木不仁，无动于衷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们还像看耍猴那样大喊大叫。当时如果二位仁兄没有及时赶到，我就纵身跳进滚滚东去的长江之中。为什么？用我的生命去唤醒这仿佛已经死了的民族灵魂。哎，奎将军，嗯，我们到上海以后就去日本吗？不，那我们在上海做什么？我想登门拜访已经回到上海的蔡元培先生。什么？你要去拜访蔡元培？对。他是清朝的翰林，为什么要拜访他？你忘了，和我们一起发动长沙起义的苏曼殊和尚说，蔡元培先生和章太炎、陶成章等成立了秘密的反清组织光复会，我想听听他们的想法。嗯，我赞成。我反对。二位先生不会忘了两年前在上海的苏报案吧？俗之俱在，即以革命去之。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计，
而食补泻兼备之良药。张太炎，你说关了你两年了，你还革命革命的，你整天这高喊革命有什么用啊？你说什么？我高喊革命有什么错？干什么？高喊革命就是要造反。你想干什么啊？干什么啊？我看看你是哪国人。我是中国人。不是不是，那你为什么不知道革命二字的出处啊？谁不知道？那是从外国传过来的。胡说八道。易经上说，贪污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，这就是革命二字的出处。行了行了，别跟我咬文嚼字，我不跟你理论。我看你真正的身份应该是二毛子。胡说。你为什么骂当今的老佛爷不过先帝一切耳？哦，那么请问你，你说那咸丰帝驾崩的时候，他慈禧是正宫娘娘吗？这不是。这就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呀。不对不对，你为什么还要撰文污蔑老佛爷？严重了，我只不过是在他七十老龄的时候写了一副对联儿。你把耳朵再洗一洗，听一听，看看哪一句说的不是事实啊！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我必说不可。你听好了，今日到南苑，明日到北海，何时再到古长安？叹黎民，高血全哭，只为一人歌庆友。下联是：五十歌琉球，六十歌台湾，而今又歌东三省，痛斥县邦，提议促，全逢万寿，祝江武。张疯子，你这是一派胡言！不，我说的全是金口玉言。什么金口玉言，分明是胡说。你回答我，你为什么胆敢直呼金上盛会，称为小丑，利益犯杀？你太无知了。今天我给你上一堂免费的开门课吧。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你再去查一查《说文解字》，小丑本作类字解，或作小儿解，根本不含什么侮辱之意。我看呐，你可真像是个穿开裆裤的小儿啊！你张疯子，你胡说！你还是快快回家去进私塾，乖乖补补开门课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张疯子，我辩不过你啊！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从即日起，不准绝食，要按时按点的坐在缝纫机前做犯人穿的衣服。给我看紧点！我也向你宣布，哎，你别走，走走走，你别走，不准再从精神上、肉体上折磨病重的邹儒小弟。去干活，拿着。你呢？到那边把地铲平。
大病夫，别偷懒！别装蒜，快起来！有起死回生，还魂反魄，出十八地狱，升33天堂，郁郁勃勃，茫茫苍苍，至尊极高，独一无二。 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：革命。巍巍哉，革命也！惶惶哉，革命也！ 宗荣啊，瞧瞧，这身子骨都成这样了，你还口不离革命啊？啊！我说，你可别小看了这个宗荣。哎，哼，哎。 他可不是学着张疯子的样子才喊革命的，他不到18岁的时候，就自称是革命军中马前卒，与其他犯上作乱的留学生勾结在一起，不仅剪了我大清国驻日本公使的辫子，而且还写了一本公然鼓吹反叛朝廷的书，叫《革命军》，有意思。 怎么样啊？还敢不敢当着我的面再背一段《革命军》？吾于是沿万里长城，登昆仑，游扬子江上下，溯黄河，树独立之旗，壮自由之中，呼天吁地，破嗓裂喉。 以明于我同胞签约，呜呼！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，我中国今日欲摆脱清王朝之羁绊，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国欲独立，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，不可不革命。革命在，革命在！我大声疾呼，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！ 把他拉下去！快点干活，干活！别偷懒！快点！快！你们把他怎么了？宗荣小弟，你怎么了？轻一点！你们这些二毛子，洋鬼子，连个畜生都不如啊！ 宗荣小弟，宗荣小弟，你快醒醒啊！宗荣小弟，
你嘴里都是血啊，他们怎么你了？啊，他们打我，他们打我。天哪，天哪！布莱恩伯爵，等等，仲卿先生，你看我这个乾隆粉彩碗是不是很美？这是我最喜欢的收藏品，可是它太娇贵了，那些下人们粗手粗脚的，我不放心，所以我一定要每天亲自擦它。啊，是，是很漂亮。布莱恩伯爵，您真的很有眼光。当然。据说这是你们那个乾隆皇帝最喜欢的瓷器，因为它来自你们的圆明园。啊，布莱恩伯爵，我来是为了关在牢中的章太炎、奏荣二犯的事儿。是的，速报案之后，由我们负责抓捕的章太炎和邹荣，就是你向我们提供的情报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时至今日，两江总督大人还再三叮嘱，让我一定当着面向伯爵阁下致以谢意。不用谢，你们的总督大人还要我们工部局做什么？就是关押在西狱中的政治犯邹荣，再有两个月他就刑满释放了。是的，根据规定，邹荣刑满立即释放。伯爵阁下，我们总督大人的意思是。这个邹荣不但不能放，而且嘛，还要砍。不，谋杀是犯罪，我绝不能做这种事情。不是，那不太精美了。这说什么算呢？布莱恩伯爵，布莱恩伯爵，这要是我们朝廷的意思呢？我的意思是说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是个交换。太美了，这简直是太精美了啊！我从来还没见过这么精美的珐琅。布莱恩伯爵，那个邹荣呢？他等不到出狱，就可能去见上帝了。总小弟，来吃一口好吗？谢谢大哥，我吃不下去。听话，为了能继续做一个健壮的革命军中马前卒，你不仅要强迫自己吃，还要争取监外就医。来，不，大哥，我信不过工部局所属医院，我不想去那里看病。这是为什么？你不是多次说过吗？你的学问不是经学第一。也不是史学第一，而是医学第一啊！大哥是说过这话，小弟，你也应该知道，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呀。时下我一没有医疗器械，二也没有中草药，我怎么能治你的病呢？可是，洋鬼子的医院，尤其是上海工部局所属医院，是信不过的。大哥也有这种担心。大哥，你再给我把把脉吧。来。难道我就真的挺不过这两个月了吗？邹荣，抬他走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带病人去医院看病，我们是教会医院的。这，你们，来吧。大哥，大哥，我不愿意一个人去。大哥，陪你去。大哥，大哥，陪你去。大哥，你不能去，快走，快走。大哥，你让我去，走，不能去。大哥，邹荣小弟。大哥，大哥。邹荣小弟，小弟啊。
就不要紧张，啊，不要害怕，啊。你病得很严重，护士可以给他注射了。给他用什么药，医生？用我们医院特制的那种药。好的。我不打你们的洋针。别紧张，孩子，别紧张。不，我不打你们的洋针。打完针以后，你马上就会好。天哪！你睁开眼睛看一看，这是什么世道啊！老天哪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保佑保佑我的邹荣小弟。大哥，大哥你在哪儿？大哥，大哥在这儿。咱们上了洋鬼子的当了。洋鬼子给我打了一针。大哥知道你是被下了毒，大哥没能保护好你。大哥你别难过，文天祥说得好，人生自古谁无私啊，六曲丹心照汗青。可是中国的革命不能没有你这个只有20岁的马前卒。我也想跟着大哥冲锋陷阵。可总说小弟，慢慢说慢慢说。我不甘心啊。小弟别睡，快醒醒。走路小弟别睡，睁开眼睛，千万别睡着了啊，快醒醒。小弟快醒醒，小弟。小弟，我知道你还有话要跟大哥说，你慢慢告诉大哥。不仅要推翻清朝皇帝，杀尽卖国的二毛子，还要赶走那些残杀中国人的洋鬼子。好，大哥记住了，中国革命要推翻清朝皇帝，杀尽那些卖国的二毛子，赶走所有残杀中国人的洋鬼子。张疯子，有人来看你来了，你可以去见他了，时间不要太长。革命者，你去吧。天眼之功力也，革命者，世界之公理也。太炎，我来看你了。贺七，太炎，贺七。你怎么成这样了？什么都别说了，你快告诉我，我的邹荣小弟，他的尸体是如何安置的？啊！前些天，邹荣的遗体被弃化人天荒冢地。刘三在我的帮助下，
冒死把邹荣的遗体运回自己黄叶楼的宅院，臆造了这位革命义士。好，好，我早就说过，他刘三是一个有肝胆的义士。对，等推翻了清朝政府，我章太炎一定给他请功。对对对，太炎啊，还是现实一些吧。你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啊？咸蛋、腐乳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你爱吃的花生米。太炎啊，都是你爱吃的。要是我的邹荣小弟还活着，我们就可以一同分享了。是，哎呀，你慢点，慢点啊！哎呀，痛快，痛快！哎呦，看看你，小心点嘛！你看，太炎啊，前段时间湖南的黄兴、宋教仁，还有陈天华他们，都到了上海，知道邹荣被洋鬼子毒死的消息啊，个个愤慨至极啊！他们在长沙起事失败，今后有什么打算呢？一句话，大家都很迷茫啊。这和我们光复会的情况差不多呀。哦，对了，黄兴先生提出，为了早日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，必须结束全国革命党人各自为战的情况。首先，就得找到一位大家公认的革命领袖；其次，还得有大家都能接受的革命政纲。大家一致认为啊，流亡海外多年的孙中山先生，似可担此大任。你笑什么呀？可是我们大家又都不认识他呀。此人我不仅认识，哦，而且和他还是八拜之交。真的？只要黄兴到了日本，就一定可以找到孙大炮此人。吾于是沿万里长城，登昆仑，游扬子江上下，溯黄河，树独立之旗，壮自由之中，呼天吁地，破嗓裂喉，以明与我同胞签约。呜呼，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。邹荣战友，安息吧。为了把你的遗志化为革命行动，我们一行就要东渡日本，去寻找中国革命的带头人。我们向你保证，等中国革命胜利了，后来者一定会厚葬你这位中国革命军中马前卒。如果说我等是当今的陈胜、吴广，那么未来谁是推翻清廷、创建共和的刘邦、项羽呢？我们永远不做只知争天下的一介武夫项羽。葛将军，你的意见呢？我跟二位说过多次了，我们既不是刘邦，也不是项羽，只能做一个像邹荣那样的革命军中马前卒。那你看谁是当今的刘邦呢？从目前来看，只能是还不相识的孙中山。既然他是刘邦，那谁是未来与他争天下的项羽呢？
很可能就是袁世凯。